吹牛那都不可能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没把十个八个。信他个鬼！我刚才卡出去了，他说玩游戏，我说我最近没有玩，昨天半夜四点钟本来想喊你的，想想太晚了就没喊。然后早上八点多你发消息，我都不知道说你那是睡醒了还是没睡。八点多我又怕你要去上班，大妈呢？大妈刚刚有挂那个，诶，大妈不在哦，大妈在呀，在注册账号，注册什么账号？对呀，没把两三个都已经还可以了，有时候碰不到人啊，主要是自己没号，我给他注册一个，他不是有号吗？他前两天他有一个号呢，自己没号，你没号啊？也蛋皮小伙，原名飞家爱飞，是这个号吗？被他媳妇抓到了，但是你这个的话就不给你累积了，不同号不给累积的。老大群里的照片假的，那真的就有起一下而已。为什么这样质疑我？不挤的话，我能挤到这，你懂吗？挤一挤都是有的。我那个 QQ 空间里面有，辛苦个鬼，辛苦。再说你能不能不老发那个图啊？啊，那又不是高清，也不是原图。玩啥游戏？最近没玩游戏，偶尔玩玩吃鸡。欢迎墨者，欢迎小寒寒。你现在已经没有当年的水准了，什么水准？回去过几集？你这话说很有问题啊！回哪？回去？那你回家吧。不，你刚说回去，那才是你的家。哦，我前面看到后面的歌宝，我还以为我连到歌宝了，没注意看前面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吓死我了。我是不是歌宝？我叫南音。嗯，我叫潘大萌，我是一个瞎唱歌的。我咋好连过？我感觉咋连？嗯，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拜的师啊？我拜师两个月。嗯，不过确实，比如说我一连你，就是我不是会看你名字吗？就先看到胳膊。我先看后边的，一般都先看右边的，好像是。没有，我这正好就瞄了呢。感谢墨子，谢谢口风。那我们要唱歌吗？很多人都认错了。是吗？是吧？不是我一个人认错。嗯。看来我写的有问题。那我应该怎么写？不都这么写吗？不知道啊，看看别人都怎么写的。反正你这个一眼，我第一眼就是胳膊，沾我师傅的光，强行蹭光，强行蹭光。那行吧，嗯，那打一半，你先来。啊，我先来，唱个小幸运。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变成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
最好的事情，也许忙是忙着微笑和哭泣。真的吗？赚钱是第一啊，还是撩妹是第一啊？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的。好，那你去吧，那你去赚外快吧，太辛苦了啊。我就唱着把剩下时间留给你。他的名字叫自己，每次我都要感谢自己，就感觉怪怪的，就自己，然后感谢就好像是就好像那号是我的似的。不感谢自己，感觉感觉自子，下次感觉自子，自子，哇，太绕口了，我就感觉我已经舌头打结了，这样的感觉。还有小号，就是我感觉大哥们都有好多小号了，都是还有小号，有好多人有好多好多小号。一个人要开五六个小号的，跟我说话。我叫大哥，大哥说，大哥说，我家小号过来看你，跟你说话你不回我，不能啊！我说我都回了，不能啊！有时候公屏上其实会有人就是说一句话，然后正好就没看见呢。对，会有的。也有会跳屏的时候，也会跳屏的时候。你15个号，你弄这么号多号，全都被你媳妇发现了，那你媳妇可真厉害。全都被媳妇发现。15号全都能被侦查出来，那你可真厉害。那你这个号可得小心一点了。问题是你名字都叫一样的，就更容易被发现。
还问名字还叫一样的，所以说九哥、别叫自己的，你叫几字？哎呀，太绕口，你别吧，你别改这个，千万别改。叫哥哥。叫自个。叫自个，叫哥哥。自个，东北话吗？艰难的生存。哎，现在他们好多，我们家好多那种结了婚以后，反正就挺难的。结了婚之后挺难的，好像是。我家还有谢丽丹，他那个说、我就出差的时候能出来看会儿外面，结果我家根本不敢看。要不就是上厕所那一会儿。已经一个多月没出差了，到现在为止已经一个多月没出差了，一个多月没上厕所了。我们家有个就是开公爵，其实续费续挺久的。你要亏死了，抽三个月才充一千七。然后好像他媳妇发现他那个号，还把他那个公爵号都给卖了。还能卖啊？不知道啊，反正不知道怎么弄，反正号卖了。惨了，感觉好惨。太惨了。啊，拜拜，别说出来，说啥？谁说新时代的姑娘家难得像朵花，这又是二几几，那我叫你几哥。卖了这个绝，对呀、啊结了婚以后我烟都快买不起了。那天、他路过了一下，想要坑他点烟钱都坑不到，太难了。